何能成就自己的梦想？我的回答是坚持所爱，爱你所选。我认为要当一个 super woman 就是要讲求效率，做事情不但要做好，而且要做到最好。她保养女性肌肤的那份坚持又跟我的一样，快速又有效是我挑保养品第一条件。兰蔻在我心中就是100分的牌子。我的年轻从今开始。